还是没玩过的地图，就看到石头的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啊，你挑。这张就可以再来突袭。嗯，特搜。是要玩久的吗？那你们那边先冲过来的。哦，对，是你们杰克先跑过来，杰克了，杰克了，我看到就有肉啊。我只是去捡个甘蔗。这言下之意代表卢米的肉太多了。而且完全没有发现杰克在打，我想说，而且我前面全打偏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时候杰克要杀的时候，那之前是那个哈基说我可以杀人吗，然后我们就说可以吧，然后就看到杰克杀死人。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回了，不是哈基在回吗？为什么是杰克你杀人？你还帮忙我。他什么都没想报仇就杀人。白痴。因为我说我想杀人，看到前面有人，就靠近看说，怎么有人在追人、啊？所以是看到我了吗？我看到杰克在追杀人，我就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又是臭臭了。嗯，来，我去给他们村民。耶！他跑个头。啊、哦！比赛，走头。哎呀，有皮耶，干嘛？有皮耶，好皮呀、啊！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他把皮拔掉。你不要带坏他。你们老拔人家皮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两个在不拔皮？他是皮，他起来有点痛。你不要带坏露米，不行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他说他正确的姿势。这个掉皮，他不叫泱泱。你们以后叫皮就。哎、我是泱泱，你走嘞。谁啦？泱泱，这泱泱叫做皮哦。不要叫坏他！原来丫丫叫做皮，没有啦，一拳乱讲，你走开。那一拳不是也叫抠？为什么我觉得我在里面抠？抠抠抠抠抠哎哎抠哎抠哎抠！等下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名字都只念前两个音嘞，好难哦。那我跟哈基会变成喵哈？哇！哇哈！团的拖，然后团一定要放到最后一个，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团，嗨嗨嗨嗨，哈基是哈，哈哈哈，那你约什么 DM 吗？PH 怎么发音啊？没有母音怎么发 ？PH 值，谁呀？比空羊，比空，比空羊。比空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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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我觉得皮很好啊，抠抠也不是说很好，抠也不是说很好，抠我觉得抠不好，我听都觉得抠怪怪的，对啊，我觉得痒最好了啦，痒痒痒痒，为什么听起来都觉得很痒啊？一下抠了，一下皮的，一下又痒的，加起来就皮痒这样子，皮在痒，皮在痒，皮在痒，回得久哦，回得久。好了，设定好了，那就一样哦。好，好，陪伴者十分钟启动，二十分钟传送。一开始有不祥之兆，那前十分钟不可以打架。好，从队伤害是没开的。好，好，分队，滚。嗯，又是垃圾，又是丫丫。差不多啊，你要喊自己人走，再来，好像只换了一点点，好紧张啊！喵哈跟那个喵哈，对，跟杰克乱叫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叫那个 FB 名字，而且 Pico 样，然后就 P， 然后就变这样，很可爱。Coco 不在这了 ，Coco 在这 ，Coco 在对面，啊 ，Coco 在对面。哎，在旁边就是村庄，甘蔗，甘蔗，有甘蔗
甘蔗，有旁边而已啊，圆圆这边，圆圆这边，还没给效果，还没给效果。OK， 好，给效果。我看到他们了，我看到他们了，还不能打架，还不能打架、啊。可恶，我不管。感谢。我不管，我要一直跟着他。会员。繁星的战斗魂这样子。我就趁着他说不能打我。繁星很想要杀。然后就先打一下，不能打人哦，不能打人哦。他怎么在这边？去跟对面求好，去跟对面求好。我刚触发突袭啊！你知道不是，身在雨月旁边啊！没事，他们进村庄。我满血，我没事。我们左边变好了。我跟你讲，那边就是他们，跟他们讲一下。刚刚说我们有出事了。Warring，靠近他们，跟他们借工作台，跟他们借工作台。好吧，跟他们 A 工作台。没事，他们都进去了，没事。OK， 那他们应该就一直在那里了。他就在那边徘徊啊！雨月刚刚整个吓死，他就在我旁边不到五格的位置哎、欸，我还被他打到了，这一幕超可怕，真是很可怕，是不到这五格而已哎、欸，真可怕。我借个工作台用用，看到直接尖叫，先叫你。我一转头就看到他拿着十字弓在指着我，就赶快。哎，他收起来了。对，他把他带走了。打他！我做一个。你们想说，原本想说我要把他做完之后，就要把他收起来说，被他抢先一步了。我先去砍一个牛好了，不然那牛被砍光。我有砍牛了啦。哦，有好。嗯，哪里有石头啊？这里感觉都不会有石头。你们要从沙漠下去还是从莽原啊？我已经各自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有这么怕？有啊，开背包成这样，我才要怕你们吧？你们多危险！对呀、啊，尤其是允月，你们好危险，你才危险！跟洋洋在一起好了，好吗？洋洋也不见了，洋洋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洋洋，你粉红色的好好认哦。哼，对啊，全场只有粉红切开都是黑哦。有这种话吗？有啊，有啊，真的。腹黑鲜艳，完全没有听过哎、欸。有啊，粉红色切开都是黑的啊。腹黑啊！哇，一直都有这讲法，你去查，你打粉红就有关键字了。哦，真的腹黑，可是忘记是为什么了。就很多动漫角色啊。啊，粉红色头发都是腹黑的这样子。腹黑，妹妹，妹、哦、会有点病病的。病病中二病病，说那个高高。啊？谁？谁？高高。那个。好算了，没事。搞搞，发现没同号。我在搞搞啊？什么？这是撞生词吗？还是？不是那个什么中中二啊？中二的中二病也想谈恋爱吗？可是他不是黑头发吗？不是，那是跟中二的，那是另外一个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两个样子？那说、就是，我们在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吗？就是都是很中二的。你可以直接讲他那个部的名称吗？对对对。忘记了龙什么的，龙什么的，对，跟龙什么有关啊？忘记了啦，随便啦，过。生气，生气，所以现在是狼人杀喽。过。哦，那这个我预言家，我要预言家谁？感觉这就是假的预言啊！假的预言都没有动哎、欸，因为我们挖下去，就朝那边挖好了。默默的挖了几颗石头。有没有牛啊？有没有牛？没。哎，你要的工作台吗？没去啊。哎，我没挖哎、欸，还是被人挖走。抱歉，你又怎么了？这里有点高。欸、没关系。我、欸、有在那边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太靠近村庄哦，村庄有那个哦。我有看到。我看到喵喊。你可以一直跟着他，跟到十分钟。对。等一下哦，结果我发现是队友。哎、欸，有牛，露露米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杀个牛。嗨，哎呦，石头不够，石头不够，好远啊。嗯。要从哪里下去啊？嗯。这旁边有一个洞啊，叫几雷康，在你上那个。
我在那边，我看啊，撸来撸多少康？加五鸡汤是同是脑袋吗？哇，这个人你被这个人好凶哦！哎、欸，小心怎么做生意？被哭公吃了，然后我贪心不想要省工作台，太贪心。烟，帮我把工作台架出来，架出来。炸出来！我的受伤可能不会显示在里面吧？哎、欸，我连煤炭都没有、欸，一颗煤炭都没有。没关系，烧原木，烧原木。没有，我在那个地板地，因为我们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要烧一下石头，不然他们这样容易发现我们在这。哎呦，少垫了一个 ，sorry。嗯。不要定。哎呦，还错。然后垫错格。这画面有点有趣哎、欸。有趣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听到那个僵尸声音？附近有动吧？不是，你为什么用手敲？你不是有高度吗？哎呀，不讲，我看见皮，又啊哈哈，他干嘛？杨洋很开心的回答了，就整个被阴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我们的工作打一年，怎么瞬间移动？这是自然反应了。完了。完了，被训练出来的，完了，已经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了，习惯成自然了。你先这个熔炉吧。稿子，可他就很懒啊，他一开始说原本叫我皮可，然后最后就皮，就不要理他嘛，他这种人啊，你越理他，他越爽，你也知道啊。他就很开心了。对啊，然后他就又一直讲了，你就一直理他，他就越对啊。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开心，即将产生背叛者，这么快？哎呦，是谁？谁？还没开始、啊？谁啊？我又是石器时代、欸，天哪！赶快看一下哦。不是还没开始吗？怎么样？我们连铁都还没拿到。没关系，我先。What?库工，今天不行。不是，我挖开洞，然后库工看着我，吓死了。他想跟你要签名。原来刚刚那是你的声音哦。对、啊，感觉不像。我在想说，这谁？怎么这么可爱？新来的妹子。哎呀，新来的妹子。哇哇，杰克变妹子。我说杰克变妹子啦。哇，八圈萌妹吗？大圈萌妹，大奶哦，哇哦，杰克，原来你有哦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也觉得干嘛？哇哎，就自己弄自己了。你喜欢变这样哦？你喜欢这种的呀？原来是这样，大家都发现了。哎、有没有杰克的那个哎？大奶、啊、真有其事，哎，真有其事，嘿。争起来，争起来，哎。天哪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怎么可以这么惨？对啊，没关系，慢慢。而且我还烧饭。我看了什么？帮我放一个煤炭在那个。我刚拿木炭啦，烧木头。拿木炭烧木头。他把没错啊。没有说没错啊，是木材，是木材，不是木头。你刚刚是讲木炭烧木头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一个那个。离我们好近哦，那个什么，有啊，他刚刚在那里。流金哦，过来吗？流金哦，给我过来。我自保啊。好。好。哎、欸，久了耶，我要先下去了。下去哪里？我这边一直都是僵尸声音、啊。先躲起来、啊，先躲起来，因为嘿嘿咯，因为十就可以打人了。好多猫哦，欠打。喂、欸，我这边附近还有滴滴的声音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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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啦！可恶，为什么欺负台语不好的人？露米，你为什么挖了那个楼梯型？你可以这边扫一格，这边扫一格，好难走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想靠近人家把人家解决掉？不然干嘛一直靠近呢？没注意哦。我跟洋洋是好朋友，哦、你不要挑拨离间。挑拨离间。哎呦，狼人要出来了。狼人是怎样？狼人出没了。天黑请闭眼哦。我要相信我是预言家。哎呦，谁？是谁？哎呦！
我说的注意是这个，哎、我你好冷吗？我一直躲在他后面。哦，你是跟在后面哦？对啊。我猜你先把，我把那加出来了。我相信洋洋是好人，因为香香没有反应。啥什么反应？什么反应？香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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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不要再找东东了，不要打他哦，他很东东已经很可怜了。对啊，对，早中晚都要被打，很可怜哎、欸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很想被打？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，我觉得怪怪的，刚刚这想法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直挖下去，可是就是没有看到僵尸的人影啊？僵尸不是人啊，方向不对吧？对啊，僵尸不是人，是人啊，好像有道理哦，有道理呢。请问怎么了吗？欸、而且你找僵尸要干嘛？对吧？杀他、啊。嗯。跟他打架。啊，杀他，然后嘞？对啊。好烦哦。没有，只是想跟他打架而已。看他不顺眼啊，就像刚刚熊猫打架。练习打。没太吗？没太有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哦有，我都放进去。